望节日，为了感情而进入下一次时间，进入更长后，手提行李可以放置在行李架里或座位下方。紧急设备存放处和出口座位处禁止存放任何行李。如果您的身体条件不符合出口座位规定，乘务员将为您调整座位。在您的座椅上配有安全带，滑行、起飞及下降期间请系好安全带。当遇到颠簸，安全带信号灯亮起时，您需要立即坐好，系好安全带或就近固定自己。解开时拉开连接扣，为了您的安全，请全程系好安全带。请将手机等便携式电子设备调整为飞行模式或关闭电源。充电宝等锂电池移动充电设备全程禁止使用。起飞和下降时，您的笔记本电脑等大型便携式电子设备需安全存放。随身携带行李及行李架内的电子设备请关闭电源。如果您的电子设备不慎掉入座椅缝隙，不要移动座椅，请寻找乘务员帮助。本次航班全程禁止吸烟，包括各种型号的电子烟。洗手间内装有烟雾探测器，破坏烟雾探测器属违法行为。当氧气面罩自动脱落时，请拉下并罩在口鼻处进行呼吸。如果您需要帮助别人，必须自己先戴好面罩。飞机在紧急情况着陆前，做好防撞击姿势，可有效保护您身体。飞机前、中、后部均有应急出口。当发生紧急情况时，听从乘务员指挥，选择就近的可用出口脱离。在客舱通道上设有应急照明指示标志，救生衣存放在座位下方或扶手处。使用时取出救生衣，经头部穿好，将带子由后向前扣好系紧，拉下救生衣两侧的红色把手充气，但禁止在客舱内充气。充气不足时，可使用人工充气管向里吹气。撤离时请脱掉高跟鞋，禁止携带行李，采取正确的姿势尽快离开飞机。救生衣装有定位灯，夜间迫降时入水前请拔掉电池箱，电池遇水后即能工作。部分座椅垫可以做漂浮使用。在前方座椅背后的口袋内备有安全说明书，请您尽早阅读。飞机即将滑行起飞，请您坐好，系好安全带，收起小桌板和脚踏，调直座椅靠背，打开遮阳板，取下耳机及连接在座椅电源上的数据线，确认移动电话等小型便携式电子设备已关闭电源或调整为飞行模式。我们非常高兴